我看看是谁在骂人。来，我骂的，我骂的，你骂的呀？再骂再骂，一个人在骂。这两个家长在骂我的时候，你抓紧骂。我是某种动物，说我是做某种职业的，而且还说我是想被人。是他们在说我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女孩拉走了。他们在骂我是 G 的时候把女孩子领走了。我想，那你应该也是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懂男女概念的，对吧？我看看是谁在骂人。来，我骂的，我骂的，你骂的呀？再骂再骂，一个人在骂。这两个家长在骂我的时候，你抓紧骂。我是某种动物，说我是做某种职业的，而且还说我是想被人。是他们在说我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女孩拉走了。他们在骂我是 G 的时候把女孩子领走了。我想，那你应该也是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懂男女概念的，对吧？把男孩子留在这里，怎么觉得当着自己儿子的面骂别的女生 Chicky 是很光荣的？哎，我穿完衣服穿好，掀开你的帘子之后，他们看到我，立马把矛头从我这个人没有素质跟有限能力身上转回了你这个人看着就不正经，你这个人看着就不检点。觉得当着自己儿子的面骂别的女生 Chicky 是很光荣的。